现在全场考核暂停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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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马上开启毛巾争夺战。任务开始。我的天哪，我只选到一位 B boy， 我还有其他几位没有选到。那个时候有觉得错愕，有错愕感。选到现在，我接到里面的高手非常非常多，啊，所以我是觉得，随便挑几个这个厉害的高手出来就能把他们炸了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三位国际级编舞师作为我们的评委 ：Philip Chibi、Russell Fuchsen， 还有我们的 Cell Electro。我们的 battle 呢，总共有三轮，每轮每人有一分钟的时间。那么现在让队长开始选择他的三位代表，计时开始。因为那一边的人对你很熟悉，你有把握吗？有，我们两个已经肉体都排好了。就当然先拿出我最信任的人出来了，啊。那这个信任就是已经在海选的过程当中已经培养出来了。嗯。这样，然后，对，三，对，你跟三长，对，这样。我是第一次参与到这种 battle 这么精密的，我就听那几个大神在那儿说，就有几个大神在身边，就特别踏实。过。就可以。你干嘛？你们选好了呀？啊，没，你们怎么站出来了？你们自己站出来干嘛了？这摆明的就站出来了，我就上你们的牌了嘛。哎呀！好，两位队长是否已经选择完毕？选择完毕了。那我们先决定出场顺序，好不好？罗队先出。没关系。我们只要出的实力强，谁先谁后都无所谓。好的，易烊千玺队长先公布第一位你选择的代表是谁。先出第一个，金小根。哎呦，你们刚刚故意站出来的是吧？我们三个先出来，就假装是我们三个。那罗志祥队长。阿 K。会很精彩哦！谢谢队长。第二位，第二位，小海 Junior Taco， 罗志祥队长。杀！最后一位 ，AC。AC， 我这边派出的是笑笑。龙啸，我们这边的几个大师，他们预测的跟实际上对面选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。他们两个，三儿跟阿 K 再加个 B boy， 你跟三儿打，对，金小根，但是那边没有 B boy， 一个龙啸，那边有 A， 龙啸 Dragon Spa， 还有 AC， 再 have the B boy Dragon Spa， 这三个，就是大神还是大神。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千玺队长这边队员金小根。哎，现场没有人会不认识他吧，对不对？ Felix， 我的 Felix， 韩国传奇 B-boy， 哇哦， AC KOD 世界总决赛 Wacking 101的冠军。那我们小海 Junior Taco， 中国乃至世界最会跳舞的胖子，听音乐，老外听音乐。我们这边三位，龙啸，每一次他只要去比赛，帽子掉了一定接得住。他刚刚接住了。对，帽子不落地，但是胜负不一定。哎呀，出这个段子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的阿 K， 台上 battle king， 台下公主命。总结得好好哦。那我们的三儿真的，他真的很厉害，他是中国 KOD 第一次办 Seven Tomb Smoke 的冠军，就是我们的三儿老师，对不对？之后就拍电影和电视剧了。那马上就要开始 battle， 两位队长有没有什么要和你们的队员说的呢？我先来吧。
玩得开心吧，然后帮我把毛巾拿回来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谢谢谢谢。天宇队长，稍微收着点，不用太使劲。现场的所有选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 ？DJ， 准备。